开着蛋蛋来过桥，生活绝对乐逍遥。哎，有个人接挖教你哟、啊。哎，有人，这不是人接，这是堵桥的。这个范围开得很细节，一点儿都没慌。这个时候，我发现又过来了一辆车，打他！我叫你，哎，撞不着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！想跑，我让你怎么办？给我跪下！调好大炮，马上发射，来到桥顶，真的不错。这个时候，我发现桥下面有人在堵桥，就我现在这个位置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谁都发现不了我了吧？哎，有人，我叫你。这下面好像有脚步，咱们过来瞅一瞅。哎，有车声，大胆，还敢过我的桥，直接秒捕！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开着蛋蛋到处跑，来个人头好不好？哎，来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小子玩的卡丁车吧。赶紧拿下，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。有人，看我侠级棒狙法。哎，这个圈圈的不太对呀、啊、还有最后一个的，兄弟兄弟，咱们俩拼锅，给我拼锅。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，音乐老师走曲儿。好的，你干嘛？不好，这小子想让你接给我，不可能，我教你了，我直接一个人肉弹。哎呀，这小子嘎得太快了。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，看我直播。